一走进会场，张开双手超级嗨，他是民进党立委苏振清。上千人喊加油，超热闹。苏振清，民进党现任屏东区域立委，争取不分区立委席次，将办七场千人座谈会，展现基层实力，也向党秀肌肉，希望挤进前十安全名单。我直接我振清要甲大家讲，大家详细拿掉。之前被爆料涉嫌掏空案，民进党廉政委员会决议不立案，还他一个清白。但民进党屏东立委谁要选？自家人打自家人。双十国庆立院龙头苏家权妻子洪恒珠跟蔡英文总统握手一到两秒互动，冷冰冰也要来参一咖。区域立委选举，现任立委钟嘉宾赢得初选，代表民进党，洪恒珠脱党参选。苏振清也是苏家权侄子，如果不分区没进安全名单，外界评估恐怕有机会脱党参选，演变成党内互打。我想这个问题还太了解吗？我也会尽全力的，希望配合跟党中央呢，务求在区域立委部分能够展现团结，凝聚选票，让三张票都支持蔡英文总统，支持民进党，支持钟嘉宾。钟嘉宾在喊党内大团结，不让自家内讧分裂，鹬蚌相争，深绿铁票选区煮熟的鸭子飞掉，国民党渔翁得利捡便宜。记者张春华、王淑红屏东报道。